正言上人行脚，高雄环保志工岁末祝福，上人感恩大家常年为地球付出，为地球创造了美善环境。而高雄市长陈菊也把握这次的机会前来见上人，特地要感恩的是慈济在高雄气爆期间投入救灾，安定人心。正言上人行脚高雄市长陈菊把握因缘前来拜会，感恩气爆期间慈济志工的用心付出。上台领受福慰红包，有了上人的祝福，环保志工更有精进的动力。而上人更赞叹他们是草根菩萨。草根菩萨的意思呢，就是讲会当保护大地的水甲土，大地会当健康吼。那人人伫这块土地面顶啦，都真平安。生命阶段。不是你的等待，是有机会我家亮亮吗？上台见证的环保志工是陈坤德，虽然现在病痛缠身，仍心系环保志业，上人肯定给予祝福。讲话吼，会喘，因为伊是气部应该暗症啦。不过呢，虽然身体有病，伊的心呢？还是健康的。人生无常，更加让人感受时间的来不及。正言上人期许每位环保志工要广邀菩萨，一起顾好土地，也顾好心地。大爱新闻潘正正瑞平高雄报道。